有我拍過一個叫做我喺邵氏出咗嚟之後，因為邵氏當時嘅運作式微，咁啊轉行去邵作士啊，轉行去發展電視，咁我都離開邵氏，咁我一出嚟我就拍咗套叫做《扭計雜牌軍》，就係都要動作嘅，咁啊同阿韋英皇小姐合作，咁有一場戲啊講我。就我當然係做下巴啦，對手啦咁講，都係做壞人啦。咁角色係需要就一個動作就係、是、我就打到瞓地地下就擘開嗰只腳，就一字擘擘開。咁咧就韋英雄就要飛腳嚟鏟落嚟呢度。咁咧鏟落呢、這個即係動作係咁樣設計。咁我就鏟一下。咁佢同我講咗，一定鏟你唔到㗎，你放心啦。咁樣你唔使戰嘢得㗎啦。咁講。咁我就諗住係啦，佢拍咁多功夫片，佢梗係好準啦咁樣。咁我因為我未同佢合作過，我第一次，咁我就唔使戰嘢。佢話唔使戰嘢，我就唔使戰嘢啦，即係你睇啦。咁啊，鏟一下，第三下你一下縮咗，第二下即係我冇演員，即係做戲梗有意外。第三下佢一腳鏟埋，哎呀，好痛！想跟我打？即係有時拍戲咧，都係自己人哋講咩你唔好信，自己啊就護咗護戰就好啲。就呢個係令我對我嚟講，我就拍戲經驗咧，點都好，最安全第一。對邊個對手都係最緊要係保護自己，都保護對手，大家安全咁就 OK 噶啦。